和文田奥文848尺的两房。我们进去看看。从自己的私家 lobby 出来，拐个弯就到厨房了。长方形的厨房，两边都是工作储台，家电也是内嵌式的，用起来挺方便的。整个客房厅比较长形，这边是卫浴，有窗户的。这边是睡房，总体来说是很方正的，只不过景观有受到遮挡，但是还是可以的。城市都是在细缝中找光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大露台，放两张椅子聊聊天。前面就是 One Home Mountain， 还有一个停车场。这套房的景观在整个奥文之中是最差的，但是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，主人的浴室很大，也是带窗户的，主人房也相当宽敞，家私也容易摆放，景观跟客厅差不多。像这一套848尺的两房，市场的价格大概是1650万，你觉得买贵了吗？